公主，公主，每个女孩都爱做公主。Hello，大家好，我是徐一鹏，今年我已经是一个4年级的小学生了。公主歌的歌词是我在5岁的时候无意间被妈妈听到记录下来的，很开心魔力小孩能把它编成一首那么好听的歌曲，希望每一个女孩都能实现属于自己的公主梦。那我们下面呢，就一起看一下，当年在鹏鹏还小的时候，那么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那这里呀，是我们的果冻老师写的一段文字，我把它念一下啊。90%的女孩都有一个公主梦，和你一样，90%的女孩都很忙碌，和你一样，有一个女孩，她的生活就是这样，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她要学钢琴。他要学跳舞，他要学画画，他还要学奥数、英语、学书法。他忙得几乎没有时间去玩儿。有一天，这个女孩对着镜子哼哼，她唱道：“每个女孩都想做公主，但是做公主很难的。她要学钢琴，她要学跳舞，她把她的生活编到了这首歌里。妈妈在一旁听到了这首歌。”觉得很感动，于是他偷偷地录下了这个女孩的歌曲。在征得这个女孩的同意之后，妈妈把这首歌发给了魔力小孩。魔力小孩团队听到这首歌非常激动，Angel 姐姐情不自禁地拿出笔写了另外一半的歌词。然后我们音乐部的哥哥姐姐们把这首歌谱了曲，由乐师弹奏出来，并且。我们把这首歌做成了一首 rap。什么叫 rap？就是说唱，有很多词呢是说出来的。最后呢，还把它做成了 MV。这首歌受到了很多很多小朋友的喜爱。也许就是因为这首歌是孩子写的。好，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听听这首歌，还有它的录制过程。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的录制过程，当年的。你那时候写那首歌的时候多大呀？5岁的时候吧，现在多大？现在我10岁。对，5年前啊，写的那首歌，你知道你那首歌有多少小朋友喜欢吗？后来我们把那首歌改编成了一首 rap 之后呀，收到了成千上万的小朋友的反馈，还有爸爸妈妈们给我们写的留言，都觉得那首歌写得太棒了。好，那等等，我们一起看一看你小时候的故事，好不好？好。好。记得起来了，晚上我们再给他多做一些。公主，公主，每个女孩都爱做公主。她最近很勇敢，小朋友，她要学钢的这个琴，是她要钢学琴唱弹歌，奏。她要学跳舞，她要学画画。公主不看能起来笑，出来效果公怎么主样？不能逃，在这里公主写。要温柔，公主要优雅。我要做公主，但我做不到。魔力小孩，不是每个公主都一样哦。有的公主头发乱糟糟，但她骑着马儿飞快地跑。有的公主经常冒冒失失，但她坚持到底，实现自己的梦想。有的公主长得，但她快乐美好，又心地善良。有的公主曾经自我逃避，但她最终勇敢地做回自己。我要做公主，但我做不。学会自己的魔力。我要做公主，但我做不到。其实每个公主。
那 Angel 想问一下你，你喜欢这首歌吗？喜欢。你今天通过我们的这个全球直播节目见到了演唱这首歌的鹏鹏姐姐，你有什么话想对鹏鹏姐姐说吗？她很厉害。她很厉害。你觉得你今年几岁呀、啊、腾腾？七岁。七岁，那是不是你现在七岁的时候正好是和他录这首歌的时候一样大的年纪？那希望你把这首歌也学好，将来有机会也把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歌唱给我们听，好不好？好。